啊，就往苞米根上养也行啊。借力更快一些，这么干净吗？照着你。不是，我没听明白，你不说原先在家水？对呀、啊。加水咋能给呢？这个油桶是当年咱家的。嗯。完了之后，我从哪儿看出来？你知道吗？这油桶特别印象特别深，就这块，这是我焊的，这露个点。OK， 我。给老叔家了，老叔使来的。啊，你给老叔使来的。嗯。卖他姐的。对，老叔后边卖的。这是咱养倒车的时候，一个收废品的搁咱家跟前经过，完了之后吧，咱家找点废铁跟他换一个。老叔又拿点废铁，我又拿点废铁，正好就是换了，就要这个金数，换了一个，完了开始给咱家使了的。啊，后边就漏了，漏了，后边咱家不整了，就给老叔使，家使。完了之后搁废品，我那天想找个油桶，一找，哎呀妈呀，把它给找回来了，太巧了啊！多少年了，二三十年又回来了。对，辣椒，辣椒，这底下有大的，能不能辣点？哪儿呢？豆角子顶上你够不着是吧？那我够不着，那也不少啊。我这些也够了，就拿了。还有鸡蛋，就直接搁那捡吧。小猪，哎呀，这么大了你啊！这200斤得有了。小辣椒炒鸡蛋，或者鸡蛋炒大葱。今天给小飞做的是小鸡炖蘑菇，那天不剩半拉小鸡吗？炖了点圆蘑。保证你能啃呐，就是整烂乎味了。看看啊，收汁儿，这玩意儿比收汁儿的鸡肉。哇，这还嚼溜嚼溜。哎妈呀，真是这。行吗？你说你闻到吗？闻闻，多好的菜，倒吧。哎呀。我寻思到稀烂稀烂的，你看还差点，不是很烂呐、啊。嗯，我看，嗯，这算是啥蘑菇？我看不着。圆蘑。哦、嗯。就那黄的那个。嗯。圆蘑我吃过吗？我怎么忘记了呢？很少吧，很少见吧，就踩那点儿嘛，爸就踩那点儿。你看油多点儿。挺有意思，这个呢。嗯，要么就干的吧，是吧？嗯，你得多泡。我记得这玩意能泡到黏了不抓的，吃一吃。这泡时间短。嗯，它应该是泡出纯粘条那种，就像那种，像豆子。松松蘑。啊，对对对。那是鲜的不？我记得干的也能泡出那效果呀。嗯，鲜的也吃过。这味儿挺好。味儿行是吧？嗯，味儿不错。这个就是啥地方你能吃那地方，就这地方，大腿的地方。这鸡胸脯吧，你吃有点费劲，这太死油啊，你吃不了。我还是留个尝尝，大家谁用？嗯，能行。这牙现在没整好呢。把牙没粘上火里，一吃套掉下来。嗯。我这鸡挠的不是很有滋味儿，还行啊，可能都让蘑菇吃进去了，那蘑菇有滋味儿、嗯、是不是、啊？嗯，我昨晚好像没吃味精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还少不搁，在这儿啊，葱叶子你还能吃呢。这点慢慢嚼吧。嗯。嚼不动，但是挺想吃。嗯。这个大葱棒子，
跟小葱的这是俩味儿哈。嗯。哎，你说哪个不辣来的？全不辣呀。你不说不辣，我尝尝吗？不辣，都不辣。嗯。我就想挑辣的，我看就是辣不辣。这味儿不辣。闻着。这全是你这一口的，苦的、甜的。我喜欢苦。嗯。苦分的这个，跳。这豆芽你还少吃吧？你也少吃。嗯，你瞧这破破皮儿这个。你这样没熟啊？没熟你还不够多。基本上行了。你别折腾，还我少吃，你多吃不也是有问题吗？嗯、熟了这个，这你给我这个熟。那些蘑菇里的树叶子吧。啊，对，蘑菇里树叶子。啃呢？这皮儿不行吗？没有皮儿了，皮儿要万一皮儿烂了吗？嗯，你、嗯、试试。烂不行，要不烂我一薅。我寻思你再多整几个菜，那你干啥？你都吃不了。嗯，就那种那色的蘑菇全是原蘑呀，还有个蘑菇头也是那啥蘑。不是，那有还花子菇，那是人工种的。还有一个是真，那都真蘑了。嗯，你说哪一块啊？这个是嗯，这那那腿。这个辣椒。就比去年那辣椒好，那去年可硬了。对对对，这皮儿皮儿软吗？吃上？这皮儿挺软的，薄。嗯，这我就是没有辣的，算。这没到时候，过两天就赔了。嗯。那我要吃，还是赶紧得趁现在，你能吃几根？嗯以前想吃，忘了就可尖上来都可辣了。这你都吃不了，这塞牙。那塞牙。胸脯又鱼不上，你那条腿肉。最近这伙食是都挺好，开饭店，这本身自己在做这个菜啊，这啥都没有了，没有肉啥的，做土炒土豆馅也炒好几个菜，土土豆也做好几个菜。开饭店，我说这一年伙食不错呗，那开饭店的时候伙食也不错呗。没开饭店之前，咱家干啥？吃点烧烤，烤啥？烤鸡脖子。那我觉得不乐烤鸡头，整不了这么好吃。嗯，还不溜。现在烤的好吃，乐事鸡头。这多少脑补率多少？多回。嗯，对。饱了你啊？嗯。那你这饭也没下啥，你吃啥呢？你看我。我看吃吃菜吃肉呢。嗯。饭不够啊？你来吃吃我们吃饭。有啊，够饭。哦，够饭的。嗯，饭够，够饭，一样的。这腊肉这咸的好吃，全是眼睛。你得眼睛。